优哥、陈妹、啪啪站，我是陈妹，我的家在南港，这是我的学校南港国小。假日我会在这里运动，还有观察动物和植物。哥哥，等等我，接下来就让优哥、陈妹来为您介绍南港。我们和表姐、表弟一起去南港高工运动。啊 ，Go。大型溜滑梯，很可怕吗？好啊。小火车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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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去追他们！他们在那里，我三个人都哥哥、表姐、表弟一起去中信骑车。你看，这是我第一次溜冰。真的很有刺！哎呦！看到什么东西吗？毛毛的，你看，刚刚捡到的。这个东西毛毛的。水哦，有哎、欸，有看得到彩虹。刚刚下雨，然后现在是因为这个喷泉，太阳刚好照到那个水上面，就看到红橙黄绿蓝靛紫。
不是这样。你们走吧。哦，有一只大蝴蝶，有没有看到？好大。我是陈妹，我的家在南港。